中文民众又顶着寒风排队做检测，这是因为当地确诊数高得吓人。오늘은7000명대를돌파하는등확산세가매섭습니다。不止单日确诊创新高，南韩的 Omicron 群聚案又新增两例，再加上18例的疑似个案，累计恐怕有56例的确诊。令人担心的是，南韩这波疫情重症数也在升。The number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lso went up by 66, going above the 800 mark, also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.韩联社报道，目前全韩国的重症病床使用率已经达 78.7%， 首都圈更高有 84.5%， 导致现在重症率上升到 2.5%， 高达860人在等待病床，恐怕只能加强居家疗养。与此同时，比利时爆发反医护员强制接种令示威，大批民众集结卫生部长办公室拍打窗户，还有人穿消防衣想闯入，结果遭催泪瓦斯驱散。面对 Omicron 变种，欧洲收紧防疫，挪威宣布限制住家拜访人数，缩短酒吧营业时间，而波兰的夜店则是从15号起都要关闭，因为现有的疫苗保护力恐怕下降。Then there's a substantial drop in the virus neutralizing antibodies, around 40-fold.To the Omicron variant now. 南非非洲健康研究所针对部分施打过两剂辉瑞的民众做协议研究，结果发现对抗新变种综合抗体下降40倍，但至少保护力还在。研判追加施打第三剂疫苗会有帮助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